夕阳无限好，每日望到咁嘅景咧，就真系都好好。呢度咧就系康湖居啦。好，大家好，我系西贡 Frankie， 好高兴咧又报道最新嘅笋款同埋成交报道俾大家。咁靓嘅环境系嘛，好悠闲，好舒适。呢度咧就系西贡啦，所以咧你搬嚟西贡又好，过嚟西贡行下、食下嘢、玩下又好，感受下呢一度宁静悠闲啊，风景优美。人都會舒暢啲，係嘛？將一啲你翻工嘅喺都市一啲嘅壓力啊，可以搬過嚟呢度咧，消除曬佢。好啦，咁今次咧，我喺度咧亦都報道個最新成交啦，就係位於我身後邊嘅康湖居。咁康湖居咧屬於喺西貢嚟講咧一個一線嘅豪宅啦，成交非常之有指標嘅，因為每個月咧都有六宗兩，即係起碼咧六到兩宗嘅咧別墅嘅成交嘅。咁今次嚟講咧連環啦，都係第一期嘅。嘅排屋別墅，咁兩間嚟講咧，個建築面積咧都係1460尺，另一間咧那個實用面積咧就係1046尺啦，屬於係三房兩廳，咁有套房啊、工人房嘅設計嚟嘅，咁但係個價錢咧就好參差嘅喎，兩間都係雙項屋，都係望正南嘅海景嘅，咁一間嚟講咧那個嘅成交嘅雙項屋咧。成交價錢是2838萬，咁啊一個比較上係市價嘅成交啦。咁原業主嚟講咧，喺1984年啊一手買入嘅時候咧，只係需要63萬嘅啫，所以帳面咧獲利都非常之豐厚嘅。咁而另一間咧就都喺附近嘅啫，都係雙項屋嘅。咁但係個成交價咧好筍，只係需要2500萬嘅啫。所以點解咁筍呢？咁當然揾我哋世紀有一期風啊 ，Frankie 啦，同埋我哋嘅團隊啊。咁呢一間嚟講咧，係喺2006年嘅時候咧，以1250萬買入，所以帳面咧都有一倍嘅升幅噶。所以有時買樓買豪宅，買一啲保值嘅，亦都有景嘅啊，咁啊有雙重嘅享受啦。好，咁同樣我介紹翻啦，喺康湖居有兩個筍盤俾大家啦。一個咧就位於 F 段嘅雙號屋，咁建築面積1885尺，實用1373尺，咁啊連花園啦、車房望到內湖嗰個景觀，裝修都唔錯嘅。而最重要嘅賣點，佢有20尺嘅私家船位。咁呢啲私家船位買得康湖居嘅就會有興趣知道，就係呢一個係唯一成個香港可以買到私家船位嘅地方啦。好，咁而佢而家個叫價嚟講咧，仲調低咗添，只係需要3280萬。咁最近咧。有一個嘅單位成交喺 J 段咧，都成交咗3550萬噶，所以呢個嘅叫價嚟講咧，係已經咧係比較筍嘅，可能再會傾嘅時候有驚喜啦。咁而另一間咧就位於喺四期嘅 Girl 段，一間單號屋，建築面積1920尺，實用嚟講咧係1323尺，而家嘅叫價係2700萬。咁個單位嘅賣點咧，佢就唔係望湖景或者海景啦，可以望翻內園景。本身有一個800尺嘅花園，咁啊單位咧幾雅致嘅，大家睇下啲相片都知道。咁價錢嚟講好相宜，而家叫價咧仍然有得傾嘅。所以咧有興趣嘅買家記得聯絡我哋世紀又一期豐專業嘅團隊，電話喺呢度。多謝大家收睇啦，好，拜拜，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我哋啊！